严哥，你来这么晚，你让人家等了好久哦。还问我是做错什么了吗？没有啊。你打电话我接了，你叫我出来我也出来了。我做错什么了？我改，你说出来行不行？你别这么惩罚我。没编制。走吧，逛街。哎，你搞我一身鸡皮疙瘩，我天！友谊变质小测试第二条，提出买情侣款，看对方的反应。等会儿，看看这，看看这，来来来，行，欢迎欢迎，欢迎选购。哎，这两条是？这是我们店卖的最好的情侣手链。哦，男生戴这块，女生戴这块。你说我们俩要是一个人戴一条怎么样？等会儿，杨哥。啊。你以前不是对这个东西从来不感兴趣，看都不看直接走。这么好看的女孩，你叫她样哥？怎么不能叫哥呢？这么大的个，而且还比一般的男生更有责任感。好，行，好，没变质。再看看。这个挂件好可爱呀！哇，它中间是抱着一颗桃吗？嗯，哎，我也想买一个。哎呀，我们是来看衣服的，走了走了，先去看衣服，好吧？哎，那件好看，那件好看。您好。哦，这个猫是抱着一颗糖吗？嗯，是的，这是我们的设计师限量款，它叫糖糖猫，也可以挂在包上的。哇，糖糖猫，第三条，穿和平时不同风格的裙装，看对方的反应。好看吗？不是不好看啊，就是不那、啊、不是可能就这样好不好看？不是很好看，可能我看着比较怪吧，我没习惯，可能我需要习惯一下。怪哪里怪？啊，不怪不怪，你这么穿很好，我的问题，嗯，很好看。你都说怪了，我还怎么穿啊？哎，没电器。试完了？不试了？不试了，没有心情试了。包给我。这什么啊？我觉得这个跟你挺搭的，据说叫糖糖猫。糖糖猫，嗯，这到底是变质还是没变质？怎么，可爱吗？哎呀，可爱，喜欢，跟我还挺配。走吧，走。最后就是随机应变。可以提出一些无伤大雅的小要求。逛了一大圈了，什么都没买，到底想逛什么？这样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补个妆哈。
鞋带散了。哦，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来就行。我记好了。谢谢江总。不客气。好朋友就应该彼此清楚，友谊万岁，我们多走一步，尽管想念占据在每一处。你不是烟偶，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吧？你干嘛？这么多年了，总算报仇了。你还记得当年你把我的鞋带绑在桌角吗？哪一年呢？高一。真的是够了你！你真是够了，高一的事情你记到现在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记不好蝴蝶结。来，时间是想要给你的礼物，陪在你的身边，再漫长不认输，也不怕有多辛苦。想和你走着走着这一路，长长的旅途。我替你去吃苦，没开口说的故事你清楚。完美，走吧。在孤单的时候也想有你的主，走吧。那是我义无反顾的天赋，是为你幸福，是给你最好的礼物。走，明心刻骨。